去丝棉吧。随我来吧。有劳芬芳姐姐了。辰时三刻快到了，该去找萧思智交还礼服了。5年了，这五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回家。这里不是你的家，早就不是了，你不该回来的。给我瞧瞧你的手怎么了。小伤无妨。不行，绝不可以。当年的事你还小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静儿，静儿。何人在此偷听？啊，这位大哥误会了，我并非。哼，我瞧你并无佩戴上服之腰牌，却在此鬼鬼祟祟。来人，先给我押下去。奇怪，方才那声音怎的好似在哪里听到过？算了，不想了，还是先去找萧思智交还礼服要紧。
属下参见司职大人。是你？怎么，昨儿交给你的事都已完成了？属下幸不辱命，请司职大人检查。我给你一日时间，原是严苛了。若要禀司职大人，实不相瞒，图谱是司仪大人给予属下的。既然司仪给了你图谱，因何呵斥处又不按图谱修补？莫非是想蒙混过关，糊弄本司职？司职大人，请听属下解释。好，我便给你机会，若不能给本司职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此次考验便大人容禀，属下以为针线之事犹如习文作诗，当以情动人，非以律定机。此一绣面有几处重复用针，繁复虽为美，但化繁为简亦为美。因此属下斗胆，将呵斥处进行了一些修改，还望大懂得随机应变，不因循守旧。很好，既如此，擅改图谱一事便罢了，待我这幅清鹤团云图经你修补，竟比从前更鲜活了三分，在鹤羽的处理上，一根丝线竟叫你分成了十二分之一。属下斗胆，这一心思其实是参考了司职大人的作品。哦，何出此言？司职大人裙角这一处绿竹林下，乍望去并无特别。可若仔细观摩，便知每片竹叶均以墨绿丝绵分成四十八分之一绣制而成。如此巧夺天工之计，如有机会，属下你不过见我一面，竟能观察如此仔细。这是司职房的令牌，你且配上。往后你便是司职房的人了，切记要是，属下谨遵司职大人提点。
求无价宝，难得有勤劳。哇，恭喜小姐获得橙色品质的随从，如此一来小姐便可所向披靡。新随从看着确实不同凡响，不知实力究竟如何。小姐快些让其上阵，以示身世，点击前往安排。起情，玉壶冰心，夜情荼蘼，生死寂寞花间，愁断肠。将情败，聊死衷肠。心中起情，玉壶冰心，夜情荼蘼，生死随心。功归如山，自成方圆。喜怒莫，且当退场。装饰夜签，点击特效夜签，按照提示选择落英飞，点击拍摄按键完成拍摄。从正八品往后的晋升考试，便是以武士考核实力。你会遇到很多出类拔萃之人，他们或是你且先过了姐姐这一关，让我知姐姐。哦不，那就有劳夫人赐教了。
将来哪一天我不再是代行王道的天子剑，可不可以做你腰间的环佩？最近用不着这个东西，此物虽好，却并不是我心中所念的。既是表妹相赠，那我暂且收下。东西很好，谢过表妹了。我想带你云游天下。表妹，这几日可还好？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无事，我很好。来寻表哥礼物。那日见岁之事，我心中一直惦记，便怎会？这样就很好，很好了。表哥这么客气做什么？说起来，方才我来时，表哥所练的剑法十分眼熟。表妹所言不差，确实落英三世。记得那时我失手，还在你身上留下了一道剑痕。你明明是受伤的那个，却一个劲儿地安慰我说，剑痕才是男子汉的标志。没想到时隔多年，表妹还记得这些。那不知表妹可愿再如儿时那般与表哥？好啊，我也想见识一下我们的御前侍卫大人究竟有多厉害。当值期间闲谈，教你们的规矩都忘了。这轮值守交接完毕，去武司教场跑一。表哥，你们两个，我还纳闷怎么我刚来这永安殿，侍卫就被换了一批，原来是表哥做的。没有的事。表哥，你们说的。表妹，我是。表哥对我与寒儿的关切担忧，我又正巧表哥在这儿，也就不用我。也不知表哥会不会喜欢。表妹刚学成的点心，表哥尝尝可喜欢？这玫瑰饼甜而不腻，酥软可是贺姐姐指导的好。表哥，贺昭仪夫人。是呀，那日贺姐姐同我说起，若非你发表妹这永安殿，怕是已经烧成个空壳子了。表妹言重了，职责。半月前，我见此处当值的侍卫偷偷进了奉天殿，我便留心观察，果然发现了问题。这才借轮换之机。表哥，你要多保重自己。
这几日会有家宴，司制房许多礼服都有待修补。你去找长日若雪，告诉他将君后那件如意流云宅衣取来与你修护。君后的礼服？怎么没信心？不不不，属下遵命，多谢司制大人的信任。若雪姐姐，你是新来的，来取哪位夫人的礼服？属下奉萧四志之命前来取君后的如意流云宅衣修护。哼，莫非想蒙骗于我？往年君后的礼服，司职大人可都是亲自修护的，你可莫想要冒领。宝物颇多，使用藏宝图。
留守佛心，保清圣命，三刀月饼战地出击，密剑战快图，故事风流，剑怀天下，就这件事，空归如山，一退成风流不为由。何时方能离开月明啊？密剑战快图，妈妈，我们终能歇息。何事如此惊慌？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我方才从外头回来，路上听说谢贵人他被指害长春殿的韩婕妤落水了。孩儿害人落水，这怎么可能？小姐，您的手。不要紧，梅心，你是在何处听到这些话的？整个上服局线下都传遍了，我一听到就立马回来告诉小姐了。此事大意不得，走，随我去找童若姑姑打听清楚。
过可曾听说长春殿主位韩洁玉溺水一事？大人问这些做什么？此为内廷之事，与上府局无关。实不相瞒，那长春殿的谢贵人与我是表亲姐妹，我偶听的传言称她与此事有关，心中焦急。此事君上与君后已经介入彻查，听说谢贵人目下被禁足在长春偏殿。什么？禁足？若谢贵人清白无辜，自然不会有所牵连。如今上府局事务繁忙，大人又被委以重任，还请多宽心才是。多谢姑姑提醒。倘若姑姑也如此说，看来孩儿遭遇牵连一事定是不假了。孩儿天真善良，怎可能做出伤害他人之事，如今却惨遭禁足，不知要哭成什么样了。都怪我，昨儿要是得空去瞧瞧他，许还能帮他留意三分，如今却……这怎么能怪小姐呢？谁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啊。在这里我是韩儿唯一的亲人了，若我袖手旁观，如何对得住谢家待我的情谊？梅心，我一定要想法子查清真相，救韩儿出来。